的巡警队们，我们这片宁静的小渔村以及这片美丽的大海都能永续的存在。以后呢，你们就担任保育讲习小老师，把正确的海洋知识告诉更多人吧。那么，在这个美好的时刻，怎么可以少了庆祝，对不对？队长，我想用队歌来庆祝一下，来。